好，前面两位是哥伦比亚选手，再来美国，曹坤在第四个位置，还有两圈。美国尝试从外道超越，曹坤从内道。还有一圈，曹坤要进，可惜没有超越成功，还是在不放弃。两位哥伦比亚选手在弯道已经拉开一小段距离，曹坤没有放弃，赶快加油，好，掌声鼓励。取到领先的位置，来到第二个弯道，法国队在第二个位置，李佑森在第三，意大利在第二，李佑森跳到第二个位置，抓进了，靠近了韩国队的选手，现在已经窜到最前头了，还剩一个直线，两个直线，一个弯道，李佑森先进了最后一个弯道，最后的直线，意大利的选手也赶上来，李佑森，李佑森，掌声鼓励。